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呢，一般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录影的方式哈、哦，比较常见录影方式，原则上主要就两种，一个就是用 DV， 对不对？再来就 Webcam。那您可能会觉得奇怪，那用手机录不好吗？也很好啊，可是通常你手机不会录太长吧，对不对？空间有限，好，空间有限，在电力有限，所以通常不会录太久的时间。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会录影的这种类型，主要分成什么？所谓的全动式哈，也就是全都录了，反正管它呢，反正现场我就全部录起来，好，现场就直接录起来。另外一种是所谓的影像式，那影像式就是有点改进，比如说像一般老师我们上课要用简报也好，或像我在讲这个画面的时候是会停顿你停留一段时间，那这个时候你如果用录影的其实是比较浪费嘛，所以他就用拍照的，比如说我拍这个画面，反正你都静止在这边，我只拍照然后录声音就好了。你看录影跟录声音当然是录声音比较小，对不对？那他在你滑鼠在移动的时候，他就用滑鼠帮你去模拟一下，所以也有这种影像式的。那后来呢也有混合式的，就这两个把它混合起来，也就是如果你是播放影片我就用录影的，然后如果老师是讲简报内容我就用拍照的，这样也可以。好，所以这个比较常见的是像这样的方式去做处理。 有听到声音的对不对？控制的地方，控制在我这边的，对，你可以自己控制，对对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这个呢，这样的方式，比如说您做的互动式教学或荧幕，事实上都 OK 啦，好，事实上都可以。那这个地方像我们刚刚讲的哈，就是您的互动式的教学啦，或者是这个荧幕的，电脑荧幕的，或者是 live 现场都可以。像一般我在学校里面我会用这个，像这样子，比如说我们有做那个栏目绿幕区别有没有？老师要拍模特师也是一样嘛，你恐慌片毛炸来，所以老师也不一定一定要跟学校借，你赶紧出来对准备这个，好吧，也是可以的，好，也是可以的。那我们会有拍所谓的什么，像同学这边，在这边哈，有没有？这个是我的网络摄影机，先把我们拍摄的那个过程，是不是就可以拍下来？然后呢，你往回头看的时候。好，然后这个呢是真正从网相机里面或是网摄影机里面直接拍的，然后下面这个就是我们把它合成之后的结果。这样有没有把这整个过程看得比较清楚？对不对？这个像这样弄完了，那我们就是拿到我们的软体里面。当然软体现在做区别有非常多，好，那我们用，因为学校我们在教的话是以视讯特效为主，所以我们用的是 After Effects 哦。那您看到我们就看一下，这样有没有就区别掉了，对不对？哎呀，所以如果说哎，我们没有像一般现在这两年几乎每一所学校都有建置所谓的虚拟摄影的，那那种虚拟摄影它比较进阶，就跟我们电视台一样，直接拍的时候就直接区别。那如果没有，我们就只好用后置的。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学校的老师，即使他们学校没有用所谓的虚拟摄影，他直接就是自己区别，甚至我有发现有些模特师最近有几门他们是直接不做区别的，就直接找一个幽静的地方就拍起来就好了。就老师就很奇怪，就哎你就坐在那边，你也不用说刻意那么紧张，哎我还要虚拟摄影棚录影哦，不用，你就用最轻松的方式，只要把你录起来就好了，就老师平常上课的那种感觉。所以布幕也没有，所以你要什么颜色？有，如果您是拍人，布幕的颜色我们原则上就两种，一种就是荧光蓝或荧光绿。荧光绿那一块我没带，因为想到今天坐飞机不太方便，所以我就带比较小块的。哎，大概这两个颜色，为什么？因为拍人的话，人身上这两个颜色比较不会有，所以您看那些主播，他们绝对不会穿这两种颜色的，因为这样会变透明的。哎，好 ，OK， 好，所以您这样应该就比较清楚。有没有发现我们这样上课录影？你看我上课录影，我是不是随时都可以播来看？当然，如果说您要比较好一点的，其实也可以加上一些后置啦。像这个是我们那个导演有来我们学校，那我一样是用网络摄影机录，可是呢，我因为网络摄影机录下来的画面，有没有发现就长得像这样，是不是效果比较差一点？那
那怎么办？所以呢，我后面我先把声音关掉一下，您看后面哈、哦。所以我后面就稍微调整一下，我把它好，它讲解没问题。可是它在播影片的时候呢，我就把它播的影片我去网络上找出来，然后呢，现场看到那一段我就把它对过去，这样也可以嘛，对不对？好，也是一种方式。可是这个就是你要花比较多时间去做后制。好，花比较多时间后置，可是事实上一样可以用得到，好，一样可以用得到哈。所以这个是给老师稍微再看一下另外的。那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在这边，如果说你有需要把老师的荧幕录进去的话，像这样子，这个就是我在中正那时候讲，中正清腔的时候讲的。哎，你就可以看那个画面的位置，您可以自行选择是要在右下角、左上角，还是放哪里都可以。好，都可以。那我平常习惯的话，我会在上面这边会加上一个录影的时间，还有谁录的这样子，这样我可以很清楚知道我什么时候录了这些内容，哎，录了这些内容哈。那像这些我都放在 YouTube 上，所以其实您觉得档案会不会很大？当然是不会很大，对不对？因为你要传的话，如果真的要传很久，我相信真的不太方便，好，不太方便了。即使我们现在网络频宽有比较多的，还是觉得。要一段时间嘛，哎，这个是先跟老师介绍一下，哎，比较常见的这种直接录影的方式。那因为其实像我们学校买的这个罗技的 C920， 或现在它最新的 C922， 它一个很重要就是那个镜头是广角的，所以你看我放这么近，可是呢，它录下来，它就可以把我全身就照都拍得到了，就都拍得到了哈。好，这一段我先到。